香辣蟹，整在一块。哎呀，这回可到时候了啊！到时候吃螃蟹了。哎呀，我的妈！看看有造型，呵呵呵，有造型这一块啊。吃螃蟹不咋专业，到肥时候了啊！哎，顶盖肥呀，这公斤！哎呦我的妈！看到没有？哎，哎呀，到肥时了。有黄了，哎呀，这螃蟹吃稀嫩，这点肉，哎呀，这不好吐着，这皮儿啊，嚼吧。这腮给它整一下，嗯，哎呀妈，这螃蟹吃稀嫩，哎，那没，这小味儿还是真不错啊。初节蛏，大蛏王肉，等着一盘，啊。这个蛏王肉有很多老铁就自己回家买生的，说这个沙子咋吃都牙碜，咋整都牙碜啊。你去简单说一下子啊，这个蛏王肉的沙子具体藏在哪儿啊？看着没，这个是个整个的蛏子啊，蛏王肉这个位置啊，看没有，这个位置它容易藏沙啊，正常这个位置有沙。还有就是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是蛏王肉沙囊，看见没有？吃的时候啊，把这个位置给它剪开啊，这已经是处理过的了啊，铁子们，这不是沙子啊，这是蛏王肉的黄啊，沙子已经去掉了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蛏王肉啊，整根的，正常是这个造型，看见没有？它俩是连上的，哎，正常是这个造型，这是一整根蛏子，哈哈，大蛏王啊，哎，这个造型是完美的。那这个季节蛏的黄不是特别多，但是有啊。嗯，再来一个，哎呀，像子弹头似的。嗯，啊，嗯，黄不是特别多啊。梗啾的这玩意儿，就是梗啾，有嚼劲，越嚼越香，嗯，嗯，南北，麻辣赤背肉，也叫毛憨肉，啊，整在一块儿。有老铁问我说，旭呀，这一罐毛环肉到底多少个粒儿？铁子，我只能送你一句话，回家自己查去吧。我是查不过来。嗯，这小肉干丢了。铁子们，晚上6:30，直播间等你，不见不散。啊，南北，贝类里边的精品，赤贝都没有声，赤贝毛环肉，
这个肉铁子们啊，经常性的哎，他跟你玩失踪，跟你玩捉迷藏，哎，时不时就断货，断个三天两天、十天半拉月的没准儿。嗯，这小肉特别 Q 弹，啊，这个肉吃的时候啥也不用去啊，直接吃就行。你要像我这么吃一口一个，哎，得吃一小时吧，做这个子。哎呀，吃不赢。昨天有铁子私信我说，旭呀，哎，你吃块毛环肉，我不知道长啥样。铁子，满足你，麻辣小毛孩啊，这精品肉了，毛孩肉也叫赤背肉，看看小造型啊，哎，像小鸡冠似的，是不是啊？鸡头，哎呀，这小肉哏啾的，那没一顿，我要不吃上点肉，我是浑身难受。麻辣的小毛憨啊，毛憨肉，铁子们，这小味道。属实够用了，这小造型，无情，今天干点稀有品种，麻辣毛环肉，打开。看看有造型啊，哎，好，这玩意儿啊跟扇贝长得挺像，但是呢它还不是扇贝啊，像小鸡冠子似的，呵呵，味儿也不一样啊，哎呀，这样造型，哎，完美。铁子们，今天干点另类的菜系啊，麻辣毛憨肉，走过你，这个我也老长时间没吃了啊，哎呀，就这量啊。哎呀，这还来一个呢，毛憨啊。